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我今天很生气，因为我是基多拉，哥斯拉杀了我的族群，今天我要去报仇，杀掉哥斯拉。我们看到有一只落单的哥斯拉，那我现在一定要灭掉它呀。这个哥斯拉的话，我进攻它，它居然不还手，它肯定知道理亏啊。昨天的话，它有多么张狂啊，今天呢，我的报仇就有多么的疯狂。我们现在再去寻找哥斯拉。我现在在这一块呢，看到了哥斯拉的幼崽，这是一只小型哥斯拉呀，刚刚出生啊，不能打它。今天呢，我要把这些哥斯拉全部杀掉，谁让你昨天杀掉我的基多拉族群呢，太坏了。这个已经灭掉一个哥斯拉呀。这边的话是我的基多拉小伙伴，那就不杀他。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，不知道你喜欢基多拉呢，还是喜欢哥斯拉呀？如果说你喜欢基多拉的话，你可以评论一个一哦，因为基多拉的话他是九头怪，非常的帅气啊，这个大翅膀。这一块潜伏着一只哥斯拉，已经被我杀掉了。我们再来找找啊，还有没有哥斯拉？目前的话只看到基多拉，还有这块藏了一只哥斯拉。不要以为藏在我家门口，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哥斯拉的老巢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哥斯拉从这里他就复活了，走了出来，直接杀掉。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呀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？如果说你也喜欢玩迷你世界，记得给鸽子点个关注哟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那么本期呢，这个哥斯拉呀也已经全部杀光了，最后一只给它灭掉。我们也是报了大仇啊，直接灭掉哥斯拉呀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现在。